比赛开始之前，同样提醒球迷朋友们，由于目前国内 COVID-19 疫情严峻，观赏球赛的同时，请佩戴好您的口罩，边进边走边吃，中华职棒与您一同正向防疫。比赛即将展开，局上半，富邦悍将的进攻，首名上场打者第一棒霍雷手林泽彬。